我说美女，干嘛？你怎么穿这身都出门了？这裙子都快通报了，人家笑话你呢。哎，谁笑我？谁笑我？你要不要再大点声，让整个广场的人都听见？这是，我这是为你好哎，你总不能穿这个，等一下人家更笑话你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这里啊刚好有一套我身上的同款，你拿出试试验验级。你是不是为了看我笑话呀？你那么瘦的同款，我都180斤了，能穿吗？什么叫我这么瘦的同款？我都160多斤了，穿这一套不算很显瘦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你有160斤啊？当然了，肚子很大的，胯宽挺粗，你瞅瞅。那行，我试试，你帮我看着点啊。啊，行。你自己看看嘛。哎，没想到哎，你这个腰这么高，我这么大的肚子轻松全部都能撅起来，而且还是弹力的，一点都不会累也不会挤，穿着又凉快。那当然，又不挑身材。哇塞，好洋气啊。哎，还是你这衣服好，腰身也有了，肚子也能撅起来，而且面料也舒服。哎，这样还看我呀，像180斤吗？就像100斤一样，别提多好看了。那你这一套贵不贵啊？不贵不贵，才600块钱。那裤子呢？裤子才59.9块啊，这么便宜。那给我个链接呗。行行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呀、直接点头像进直播间就可以了，正在直播呢。那行，谢谢你啊。好好好。哎，我的手机。